头发乱飞哦，小心一点。
边两个银子，然后去买了这块地，然后就开始盖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原住民不知道他们盖这个东西呢是要来上好这边简单跟你们讲一下谁啊小婉婶来跟我们，樱桃花小婉婶来跟你们，都是我们台湾非常可怕的。那谁？你这干嘛呀？要说到不行。哎，看。然后那个樱桃群，然后就是想说，他给我们有一个有利，有利，有利。你们破完了吗？他破完了，他画完了。我真的，我小兵就那边。